勇夺柏林影展最高荣誉金熊奖及最佳男主角，荣获台湾金马奖八项提名。一套惊愕心寒的新世代黑色电影，没见过这么狗屎，想听你散话。梁世军，死者叫梁世军。三个人的死都跟那女的有关系了。丁总，你看赢得人生啊，至少可以输得慢一点。白日焰火，11月 Movie Movie 独家首播。